请注意走道的左右两侧，请小心。他这个也会走，我先放下。来，小孩子先给他带一个。小孩呢？从那边，后面。上去，从那边。那从那边上去就要从那边。我也给他家。 想你，不知道这几天你在天上都在做些什么，是在唱着你最爱的歌，还是带着你最爱的雅雅跟你在散步玩耍呢？弟弟每天晚上都好想梦到你，见你一面，但你应该是知道我会激动，我会难过。 所以到现在没有来见我。不过我相信，你现在在天上一定很快乐，没有病痛的折磨了。小时候，虽然我们常常吵架、打架，但你还是非常照顾我。出国读书的时候，你是我的监护人。 那时候我非常调皮，常常打架，被叫校长室。身为监护人的你，常来学校帮我擦屁股。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打架翘课被抓到，你这个监护人又来了。但是主任这次先翻开电脑查询你的上课状况，发现你翘课竟然比我还多，你被处罚了。 当时你很生气的说：“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才不会被发现。”我们因为这件事在家一起被罚，不能去上课。不过处罚这段时间，我们非常开心，一起跑去网咖，一起打电动。我们两个人兴趣爱好都一样，喜欢看漫画、打电动。你小时候就像小男生一样。 常常以为自己是超人，从沙发上跳下来大喊：“我是超人！”结果腿就断了，还断了两次。回到台湾后，你说你想当歌星，妈妈却说你的声音像鸭子在叫，你就每天不断努力的练习，从来没有放弃。自己一个人去草屯歌星秀表演，不断累积经验，你想成为爸爸妈妈的骄傲。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竭尽全力，就这样唱歌变成全家里面最厉害的。你真的是我们全家的骄傲。但这时候老天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，生活作息最正常，不远不久的你却得了直肠癌。你勇敢面对，在我面前装没事，不想让我们担心。前前后后。 总共做了70几次化疗，开了无数次的刀。二姐，你真的辛苦了。弟弟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，谢谢你今生成为我的姐姐。下辈子我们一定还要再当一家人，我们大家都好爱你，谢谢。